2月31号，整一年啊，365天。嗯，去年我想，去年是19年，对，81年是38岁，是38岁的他根本就想不到今年他已经39了，对，是吧？您这不废话吗？我那意思就说呀，我就看你现在仿佛都有点陌生了。这我也想说这话呢。啊，真的，有时候这个一回家，我爸跟我说说来德云社演出啊，跨年演出，我都说我都不敢演。为什么呀？怕对不起观众朋友的票钱。火啊！因为太长时间不说，都快不会了。嗯。不过后来说，今天还有好多优秀的老师们。嗯。比如说什么这个岳老师啊，哦，岳云鹏、高老师啊，啊，孟老师啊，嘿，哎，人家都来，我这都是老师了。哎，对对对，我一算，我要是我是饶的。哎，我心里就踏实了。嚯，您这太谦虚了。哎呀，真不是谦虚，你知道吗？而且我跟我哥呀，要说我跟别人演不敢，嗯，跟他还是踏实。多新鲜，咱不搭档吗？是，哎呦，咱们是搭档啊！哎呦，我都快忘了。要不提醒，都想不起来了。是是是，我一直以为今天我的搭档是沙溢，你知道吗？都忘了，你知道吗？想不起来。什么包袱？我都没听懂。录别的节目去了。哦，我是没关注您啊。是，哟，把那给我取关了。您说您说，我一直都关注你来着。是吗？那当然了。这我还真没想到。严老师，今年我真的动向很多。我还动向了。动向很多。嗯，我一直都细心的观察您。你看看啊，其实看见你，嗯，还是很想咱们一块儿出来给观众演出的。我也是这样。因为毕竟是什么呢？我们俩不是说说相声才认识的。嗯，很早以前我们两个家庭就特别的熟悉。哎呦，这您要不说观众还真不知道。您不明白吧？啊，两家人世代交好。嚯，啊，那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那这话怎么讲？你不明白。嗯，他父亲，嗯，阎鹤祥的父亲，嗯，詹姆斯先生。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这不像，我姓阎，我爸怎么姓詹姆斯？叫詹姆斯显得壮。废话，你姓郭，你爸姓库里，你乐意吗？我爸叫史蒂芬，像话吗？像话吗？不挨着呀。没，不姓詹姆斯啊。严姆斯。严，干嘛姓什么都叫姆斯呀、啊？叫这么有意思吗？就严老爷子就完了。严老爷子啊啊，严鹤祥的父亲严老爷子，嗯，和我的父亲郭老爷子，嗯，这没说错啊、哎、啊，这个他们老二位，嗯，特别的好。是啊，啊，嗯，他爸爸跟我爸爸不错。哎呦，我爸爸跟他爸爸也交好。嘿，他爸爸一天看不见我爸爸，嗯，就得上我们家叫我爸爸。你说这干啥？不是，行了，您先别鼓掌了，先别鼓掌。行，你咱别玩这语言这小技巧啊，知道吗？什么叫叫你爸爸呀？不是啊，就是叫我，你也可以不叫。好，这不是叫叫是吧？对，不是那通家之好，你们家不上我们家叫去吗？那是自然啊。那还差不多。但是现在可能差，因为我们俩现在还没孩子呢。对啊、嗯，不是我们俩，是你也没孩子，我也没孩子、啊、你要不说我一紧张，吓我一跳。是是是，我就说咱俩也有不了孩子，太讨厌啊！我们俩要孩子，嗯，那行了，嗯，对吧？您分别有孩子，哎，分别有孩子，您、啊、有一孩子，我也有一孩子，嗯，是吧？我儿子要是一天看不见你儿子，嗯，就得上你们家叫你儿子，对吧？你要不会说人话，就甭回来演出了，知道吗？不是啊，我就想形容咱哥俩关系好。你就说好就完了嘛，是不是呢？哎，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嗯，原谅我，一年会占便宜，离开舞台太久了。嗯啊，但我听说啊，怎么着？这个过去啊，嗯，有这么几句话，哪几句？形容俩人关系好，我觉得搁到现在放咱俩人身上没问题。怎么说的？这么说的啊，说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得有这托妻献子的交情。这话我还真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吧？啊，给你讲讲，你分别给讲讲。先说这一跪一见，一跪一见，哎，啊，故事主人公肯定还是咱们哥俩。哦，怎么着呢？咱们哥俩，嗯，但是和现在的这个身份啊、地位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什么区别了？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啊，遥远的未来，遥远的未来，多长时间的未来啊？先讲人物小传啊。啊。我呢，嗯，就不是现在你说这个家里头这么阔绰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人士了。星二代啊，哎，这也不提，不管是星二代是富二代也好吧，嗯，现在反正家里不是说多有钱，起码是趁一点点。啊，您算过得不错的。哎，您让那演员通道看那停那郭老师那大汽车，那都是我们家的。哦，哎，在若干年后吧，嗯，这些都不复存在了。怎么限号了都后来？限。那不能天天限呀、啊！哦，我们家车都不让开。不是，那怎么意思呢？就不复存在了，报废了？不报废了呀，嗯、没了。
没了，家败了，啊，家败了，不，这是没有想到的事儿，这个，没有，你说。你这是难过吗？我没看出来，我说，就怎么回事？我们听听这观众也，就是你举报的，我分析可能就是你干。观众也爱听这个，怎么就家败了呢？是啊，我们也没弄清楚吧？只有家败，没有人，没有呢啊。人倒是很安全哦，很安全。那您说，那您说啊，反正家里您现在有穿的什么穿的带，好家伙，都花好些钱买的，没有了那个。就奢侈品牌这些啊，对呀、哪买得起呀、啊？哎呀，衣不蔽体。啊，就北京这天啊！我们别在外头待着呀，在外边啊，在屋里好歹是、在冰箱里啊。冰箱里，冰箱都卖了啊，冰箱都卖了。衣不蔽体，衣不蔽体。哎呀，家里头几口人？五口人。嗯，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弟弟，衣不蔽体啊。我不是，你们家只是形容哦，我以为是围蔽，又挣人钱了是怎么着？啊，没。我们在家都捯饬上、没地儿走啊、一家五口人、家里别墅卖了、卖了出去租个小一点的房子吧，不是这就你们家、这徒弟们呢，儿徒爱徒也都没了的，这没了这看出人性来了，为什么？尤其是那个爱徒、尤其是这个、那衣服他都穿着呢啊！就他把我们家衣服都穿走了，知道吧？他扒的是吧？对，上我们家看去，把我爸的好衣服都穿走了、这天穿六个棉袄出去，没热死的。怎么办呀？我们家五口人，哎呀，出去租了一个三平米的小屋。三平米啊！你这屋还你都不是这没有墙角啊？哎呦，不是见棱见角，是圆的，圆的。哎，这门呢往上开，哎，而且门有俩猫眼啊，在两边。出门呢？这不下水道吗？这不是？一家五口好，一耗子带四个王八，这你们家才忍者神龟呢，不是这什么怎么过成这样了？不容易呀，就惨成这样不容易吗？哎呀天天在家里也没被子，也连被子都没，用不上、对吗？五口人三平米，哎呀也躺不下呀，是啊，大家都站着，都倚着，都靠着，哎，弄一个床单子给大伙都盖上，就完跟这儿睡觉啊，家里只有一身衣服哟，谁出去谁穿，啊，就这么穷成这样，那没办法啊。哎呀，那你说这会儿谁穿呀？啊，只能我穿。为什么呢？我得出去挣钱回来养活他们呀。就还得跑综艺回来还挣钱呢，是啊、那不容易啊。那会儿的明星多解恨，我跟你说，是解恨啊，是解恨、太真人了，我这是啊，真人秀啊，对啊，我都、出去吧，出去吧，穿好这一身拍综艺去啊，嗯。拿出来，知道吗？家里都搁不下 GoPro， 把这个，哎，井盖盖好了，门外走吧。也是这天儿啊，一身单衣，姐那儿出去，就是这天儿啊，就北京这么冷的天儿，跨年啊，哎，也是跨年这天晚上，12月31号，哎呦，若干年，57年以后，想起之前57年前灯彩佳话，哎呀，再看我现在，嗯，一袭单衣，哎，风啊。夹杂着那个雪吹在脸上身上跟小刀子似的，多惨啊，多难受啊，走大街上走着走着不想走了，掏出根圆珠笔来，你要干嘛呀？不是干嘛呀，这是不是怎么了？这是我要划断我的生命线。哎，行了，可以了，我离开这个悲惨的人间。您都动糊涂了，您都这玩意儿能死吗？这个是啊，没死啊，我这都听别人告诉我的。你要真死，你开个直播还能赚点钱吗？这也不行啊，这怎么办呀？转念一想，也不能死啊，我得死，哎，得死在家里头。为什么呢？我得把这身衣服留给他们呀。哎呦，是不是？这是个孝顺的孩子，先得来个穿上的呀。啊，那怎么办呀？嗯，在大街上走投无路，怎么着？不知道干什么去。嗯，就在这个时刻，哦，出现了一个人，出现一个人。不是外人，谁呀？不是别人，啊，就是您。我也不怎么样啊，您都这样了，我还能有多好？我，您早就跟我咱已经不是绑定的了，知道吧？今年你还没看出来了吗？今年哦，咱已经不是，咱就不是一场买卖了。哎，可能，我明白了，有预判，就是因为今年，因为今年，就今年就预示57年以后了。哎，咱俩老不在一块演出，哦，心生悔恨。生气，你就觉得我这个 谁悔恨呢？怎么我悔恨？后悔啊！来到德云社，来到德云社工作，来到这儿跟我一场啊！哎，因为这个产生了恨意。哦，就是我心里不平衡，产生了恨意。哎呀，把我们家推下了万丈悬崖。
哦，这是我干的是吗？你一手操纵的。不是爱徒干的是吗？不，他就是穿几件棉袄，他倒没干什么大错，知道吧？哦，是我一个推到井盖里的。对，哦，万丈深渊嘛，不就是把我们家就弄下去了？就是我害的，我是害的，我们家不行了，要了亲命了。哎，你继承了这点产业，就你们家大汽车、大房子这些个。哎，你开走了，你一人。哦，嚯！哎，一下开两辆车，在这边过去掏那把，开回去。我偷车的，我这开回去了就。嗯啊，你多趁钱呀？就这些产业啊？不，你越做越大呀。哦，做大做强，你看看，跨国大集团。我呀，经济娱乐公司，哎呦，那都是你弄的，大公司了，那可不，嗯，你趁钱趁太多了，嗯，这会儿再过来，好，你看我跟大街上走啊，嗯，您不一样，我怎么着？您开跑车呀？哦，那时候你那跑车就到我这儿了，啊，对呀，都继承了吗？都对，我的就继承给你了吗？哎，对不对？你就拿你开大跑车呀，开跑车，三开门，对，跑车都是三开，对呀，是不是？那都你都得改装了。我也改装，改装了，你的更长了。嗯，我那才多长，四五米，差不多。他那20米，啊，跑车20米，长2米，宽5米，哎，三开门，当间上人，两边下人，是吧？这跑车点火还得刷卡是吧？对，那不公共汽车吗？那不是，那是跑车吗？公共汽车是你头里那车。哦，我在后边。对你后边。哦，谁还开车呀？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嗯，你骑的是这个于老师啊，天经地华宠物乐园的马。哦，骑马跟着这公共汽车。哎，对，跟着后边。好嘛，节能减排嘛。嗯，白马王子。哦，我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啊，这么多钱，怎么也是王子了啊？哎，对，嗯，不想当皇上啊。行，走，这个大白马，嘿，呱嗒呱嗒过来了。嗯，我跟大街上就走着呢。呵，你是呱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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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我边儿，就过去了。那马蹄子带起来，那泥也雪花。弄我一身，我可解了恨了。有心想骂呀，嗯，不敢。为什么呢？张不开这嘴。你知道人家什么身份？哦，不敢向着有钱人进攻。你这得什么？嗯，我嘀咕一句，您听见了，回头拿着马鞭子冲我啪，这么一抽，我敢说一个字吗？也不见得抡得着，也不见得抡得着。你看，他现在就要开始，现在就要开始说，咱敢说什么？什么都不敢说。反正是地位悬殊比较大。对呀，嗯，况且说您当时您那个穿着打扮，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哦，我什么样啊？啊，石东大军，您穿的是非常保暖啊，嗯，穿的衣服都是特地找设计师设计的。哦，都是豪华品牌，特殊材质啊，知道吗？穿的那都碳纤维的衣服。知道吗？你先等会儿吧，我干嘛碳纤维的衣服？碳纤维啊，这轻啊，那东西。我出来保暖，我弄那么轻干嘛呀？我碳纤维外边裹棉花呀，外边都棉花，这都什么造型啊？哎，穿一身碳纤维的，嗯，内裤，活性炭的，知道吗？哎，我是不是太不爱洗澡了？我这内裤都给靠活性炭吸附。不是你爱喜欢个人卫生吗？不是，这是卫生吗？这个人卫生嘛，都弄好了，知道吗？而且现在有的困扰，57年之后没有困扰了。我现在有什么困扰？你现在你是不是你有点那个？头发有点不太茂密，哦，就是有点掉头发。对，那会儿已经研制出新的生发方案了。哦，那会儿就茂密了。哎，生发方案了。嗯，哎，给您整个头皮拿下来，知道吧？哎，头皮拿弄一圆规啊，哎，扎脑袋上，嗯，转一圈，哎，开始炫，哎，给头皮炫下来，上面换一个钢板，哎，头皮换一钢，然后呢？就不需要了，就你这不没有毛囊，你也不怕脱发了，弄一钢板，哎，在上面种，上面种，哎。种这个黄金，你知道吗？黄金丝啊，在这钢板上，哎，都扎好了，一个一个。不是，这是未来的什么刑法吗？你告诉我这个，不是，这是有钱人干的事儿吗？这是，你就这样，哎，弄好了，哦，种的什么？哦，哎，种的金丝儿，金丝儿，哎，金丝儿，哦，眼珠子，眼珠。你不是刚做完那个近视眼手术吗？对呀，2.5吧，啊，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抠掉一个，对，抠掉一个，换成钻石的。你听听，那你问我看得很清楚干嘛呀？不是你那你一个眼也能看啊？哦，你换钻石不显得你很阔？你有钱吗？哦，这戴一钻石的眼珠子。哎，钻石眼珠子。啊，对呀，57年之后你就赛博朋克2077了，你知道吧？你就那样了。我也没玩过这个。哎，你呱呱骑着马，你从什么我不敢认。一个眼不跑偏吗？那吧，你那马你就别挖他眼珠子了。哦。你。是不是还行还行，对不对？你马，嗯，你搁那马脑门上三只马鞭，嗯，哎，呱呱呱骑着就过去了，走过去了，哎，一过去就看你老回头走了，看我眼熟，嗯，啊，一泪似浆，嗯，转过来了，哎呀，
骑着马，催马来到我的眼前。哎呦，居高临下，您这样，您这么看着我啊，在底下我这么瞧着您。哎呦，敢说什么呀？嗯，什么都不敢说。哦，认出来是阎鹤祥，不敢张嘴。为什么呀？咱有这身份地位的差距啊。哦，不好意思，您都是您都那样，您都2077了，您都。我呢，我敢说什么呀？那我得有反应。那可不，嗯，要说您真是啊，嗯，打破了这个尴尬。哟，老爹。你老爹，您别答应了，行了行了行了，反应有点慢、啊。这去你的吧！我叫你什么？小老爹，您都这样了，怎么还抄这便宜呢？这都不是抄，哎呀，我当时心里一寒啊！我说我都这样了，怎么还跟这儿侮辱羞辱我？这谁羞谁羞辱谁呀？这是不是？哎呀，你不明白，嗯，我们家呀刚有点颓势的时候啊，嗯，也不是谁出的主意，让我们炒股去，结果这个股票行情不好，总是跌。哦哦，哎，那会儿呢，他就说你这人，你就是一老爹，他只是拿着讽刺我，我这不缺心眼吗？我这不是。再说，你就看我怎么叫他，你就能知道这老爹就是那意思。您怎么叫的？儿子，就这意思，不还是伦理哏吗？这不是伦理，不是伦理，反正就是咱们俩一个小玩笑。行，就甭提这个了，哎，往下聊吧。你这话一片腿儿，嚯，下来了，嗯，跟我这开始聊吧，嗯，我跟你说啊，这些年怎么怎么样，我不容易，哎，怎么惨，嗯，你听非常难受啊，哎呦，也非常感动，你、啊、这怎么办呀？这得亏今天咱们俩看见了，是，要不你们全家不都冻饿而死了吗？哎呦，得了，给点钱吧，嗯，自己把手机又打身后边套出来了，哎呦，从这活性炭里头。你先等会儿，我这手机跟哪儿放着呢？我手机就在那个活性炭里头啊，我揣兜里不好吗？这怎么还有配音呢？不是你那会儿啊，你科技太发达了，你自己移植了一个充电插座，哎，你把那个充电宝就移植在那个活性炭里头了，哎、不是我干嘛移植？那我怎么生活呀、啊？我这一我，你都那样，你还生活有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你知道吗？这后边有一个充电插座，平时这手机呢跟那儿搁着。哎，你一看这我太惨了，赶紧，哎，拿出来，别配音了，兄弟啊！对，我就形容嘛。啊，一打开转给我5000万，我直接就转进5000万，趁多少个亿？您不在乎呀？哎呀，对您来说这点钱不算什么哦，对我来说这是救了我全家的命啊！有钱了吗？哎，嗯，哎，一说完，深藏功与名，夸杵回去，一片腿上这马，呱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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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您这金丝儿，您就走了。哎，我知道为什么呱嗒呱嗒呱嗒了。对，你怎么老是场外信息呢？你怎么这废话、啊、都是您琢磨的是？不是就说呀？啊，行了，这就叫什么呀？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啊，就这个。哎，对呀、啊，好，哎，一个富裕，嗯，一个贫贱，这会儿咱俩、哎、你看关系看出来了，就是关系依旧。哎。啊，还有第二个，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您再讲讲，还是咱俩呀、啊？又怎么了？哎，您呢？呱嗒呱嗒呱嗒就走了、哦，连续剧是吗？对对对对，这是后来的故事了、嗯、啊！呱嗒呱嗒呱嗒，您走了，嗯，您走了之后，您干嘛去了？啊，您是去这个博鳌啊，参加这个经济论坛去了。哦、啊，就我这造型还参加论坛去呢、啊？您这成功企业家呀、啊！您这明显是、哦、就讨论一下充电宝都是怎么研究的、啊。对对对，嗯，您到那儿就好，开始研究吧。对，行，可以，人就开始研究，嗯啊，呱嗒呱嗒呱嗒奔那儿去了啊，骑着马奔博鳌是吧？奔博鳌去，你得奔南走啊，啊，奔南走啊，骑着吧，到那儿去，嗯，这个走来走去啊，走到半路途中，走到高速上啊，这个路面呀、啊，稍微的有一点那么个泥洒，哦，渣土。大车有的时候它拉东西太多了，嗯，它一颠腾的能容易上面掉点土什么的，嗯，你没在意，你跟上面呱呱还骑，但这东西它没有汽车快啊，对啊，旁边呢。过来一辆这个拉渣土的呀，小卡车，啊，小卡车，哎，当然你们拉不了多少，小非常小的一个袖珍小卡车，嗯，拉了100吨渣土，对，啊，这小卡车呀，这是小卡车，哎，好嘛，那趴着开，他当然没注意到你啊，啊，这车呜一过去，哟，扬起这沙子，都粘在您这钻石上头了，好嘛，你很生气啊，那是，你很生气啊，这不行啊，有钱人啊，对呀、啊，我这这么有钱，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啊，不行，催马加鞭。往前赶，干嘛呀？一定要超过他，要别他一下。我拿我这马别着100吨的小卡车，哎，你这路怒啊！哦，路怒上路怒啊！对啊，我知道。这攥着缰绳，整个世界都与你为敌。嗯，这不行，生气啊、嗯！生气，我必须要别他一下。嗯，呱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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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跑。嗯，也是，也不知道咱是怎么就减速了。嗯，你就冲到他眼前，就抹了他一下，抹了他一下。嗯，人家。
他那车他拉这么些东西，人家刹车他不好刹，是恨不得提前好几百米就得踩刹车才刹得住啊，那就不可避免的和你发生了一点这个小碰撞，那就刮了一下，哎，对，刮了一下，嗯，当然不是很严重啊，哦，那还行，哎，身体呢还在这儿，嗯，脑袋就到博鳌了，哎，啊。分尸了，您对对对对，你这还骑着马呢，你这挂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脑袋已经没了。对，完了，这个警方就交警来调查吧。啊，破案吧。对啊，这你全责呀，这肯定是。我心想，你这玩意儿不能上高速啊。对对对，这东西是吧？这都我还非法并线呢，这都甭研究了，这个。对对对，那怎么办呀？这个那确实是人没了呀。对，那怎么办呢？啊，这事儿谁跟家里说呀？我得给家里送个信儿，找来找去一翻交易记录，哟，刚刚转出5000万，这人是谁呀？嗯，一查是我。啊，这才倒着您！哎，交警一打电话啊，一看，哦，这刚转出来，哦，您是阎鹤祥的老爹吗？哎，我刚看他转您5000万，说让您赶紧说认认这是不是尸体，跟家里报个信儿。也就我能上家说这事儿。为什么呀？你想啊，一般说跟家里说什么都是报喜不报忧，对，知道吧？你这个有个好事儿，都愿意跟家里说谁谁结婚了，嗯，谁什么怎么新得一孩子，这都高兴的事儿。嗯，但是你说说家里谁人没了？这个必须得找一个能说会道的回去解决这问题。我看怎么提这事儿。哎，对了，嗯，你想这要到家去，家里就老爷子他父亲一个人，嗯，自己在家待着，还有点这个什么心脏病史，嗯，你说真来一个说到家去呱呱一说不会说话，老爷子一难受，万一再出个什么好歹的，哎呦，这东西咱没办法，那还就得您了，只能是我上家去。对，到他们家去，家里也有钱啊，大豪宅，呵啊，里头就老爷子一个人。哦，老爷子一个人跟那儿坐着，嗯，啊，这个行了，怎么这老爷子先别说，老爷子怎么了？您跟这儿没有那么激动，不是，我也对不知道为什么，嗯，啊，这可能遇见了什么问题啊？不过咱们也行，别甭看他，您看看我吧，嗯，啊，因为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比他那儿更重要的事儿，哦，阎鹤祥没了，哦，您知道吧？这个事儿比那个对，您知道吧？啊，这是。这是一个很紧急的事儿，是吧，嗯？大家有点同情心，他都没了，是吧？是吧？啊，这怎么办呀？我赶紧，我得上家说这事儿啊！得说呀！啊，嗯，这家里头老爷子一人坐在那儿，真可怜。怎么呢？为什么孩子老不回家呀？嗯，跟家里头别扭，嗯，也想孩子。哎呀，根本就吃不下什么东西。是，一走走这么些天不带回来的啊，在家里头，我真的进去一看，我眼泪当时就要流下来。怎么呢？吃不下东西啊？哦，就跟家。弄个小锅跟那儿涮点菜吃，嗯啊，有牛肉、羊肉、并线的、手切的，有麻酱、有香油、有韭菜花、有酱豆腐、有蒜蓉。我爸爸缺心眼是怎么着啊？这是儿子在外边不回来，自个儿还欺负容，这你们老爷子这是？这是我们老爷子吗？这个，就冲这个也不给买马，我告诉你，知道吧？像话！真是你别老挑唆我们父子之间关系，我们挺好的。我，你说我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这怎么挺高兴的？这不是你父亲是想你，你家这么大，你家里不得有管家呀、保姆什么？他们哪知道去？哦，家里天天吃饭的规格多大呀？嗯，各式各样的菜都得准备上，你不吃可以，我没有哪行去？哦，这么着啊。这都弄得很齐全，嗯啊，什么老北京铜锅啊，日本的这个寿喜烧啊，是吧？什么打边炉啊？行了，行，花椒鸡、猪肚鸡，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就有您就不用介绍那么详细。反正这东西非常的全，反正吃得好。哎，这点东西都弄好了。嗯，我一进屋一看这个，真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您要一说这事儿，这都没什么关系了。怎么说呀？对呀、啊，关键也就是咱会说话。那是，咱学过相声啊。对对，语言组织能力强。那委婉一点，非常委婉。老先生，非常遗憾的告诉您，怎么说你是阎鹤祥啊？他死了！你憋着把我爸气死是怎么着呀、啊？我非常是委婉吗？这个委婉，我去你的吧！委婉，我寸了半天，你还不是直接给我爸一刀呢？你啊！你看老爷子，那老爷子有心脏病，那能受得了吗？天文这当没有，那牛肉是不是熟了？别拿，我以为拿硝酸甘油呢，拿牛肉是吗？
就碗米饭赶紧吃啊，就怕凉了，这东西凉了不好吃了。我爸也250啊，叽里呱啦吃完了，躺炕上又睡一觉。嗯，过俩钟头我推了，哎哎，你儿子都招苍蝇了啊？招苍蝇，回忆起来了吗？严永祥，你有个儿子，他没了，哈哈，没了没了。哎呦嗨，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以为是别人的呢，你知道吗？就他怎么回事？他怎么没了？没的怎么好看不好看啊？没。啊，行了，您也甭管那么多了。这个是那个政府给了这个一百块钱的抚恤金。100？对，因为觉得这孩子也不错，这您拿着吧。哎呦，那哪行呢？哪能那个拿国家这钱呢？你等我找你20啊，你等会儿拿着这才完事儿。您想，他没了，他的家庭、他的父母由我来照看，这就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咋就这意思？哎，行，我大概理解了，都懂了啊。最后呢，后面那什么脱妻献子，脱妻献子啊，想听这个啊？今天呢，确实因为时间的原因，后边还有很多节目，我呢就不提了。你别，咱们有请下一位。行，别下一位，你给讲讲，人观众都等着呢，都等着呢。对呀，你让我讲了。对呀，那我可说了，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还是咱们哥俩。那肯定是咱俩。咱们哥俩啊，但是又不一样了。又怎么了？不一样。您今年贵庚年？我39啊。39，对了，那就不是39岁的严永祥了。那什么时候啊？90岁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严和祥先生。我到90岁我才艺术家了，我都啊，我以为现在就是了。你到那会儿才宣布。哦，才宣布，现在已经是了。哦，就不告诉别人，到那会儿就广而告之。行，就是51年以后。对，离那2077很快了。嗯，你知道吧？嗯，哎，反正你就说吧，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90多岁，老艺术家了，还依然坚持给观众演出。那肯定的呀。嗯啊，每天依然坚持，就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嗯，门口的西直门立交桥。对，你先等会儿。我90多岁，我老艺术家，我怎么在立交桥上啊？我得在这儿啊，鲜花掌声啊，粉丝啊都在这儿啊。不，你们都来啊，到时候我99那天啊。哎，90，各位施主不必，施主，你这都是施舍给你的掌声。你那怎么了？对，我九，你到那时候您还在乎这小小的剧场吗？这坐满才能坐2000多人，不少了。您到时候您那个观众，您那个粉丝群体，这屋里装不下。哦，那么多人了，为什么在立交桥上演呀？为什么呀？那观众都坐在外头啊，都外边看见您在桥尖上，您跟那儿说，哎，桥尖上，我不是要工资的，我是你要，你怎么没有啊？没有这个，这50多年工资都给你结了，哦，都给你结了啊，哦，提前摆断工龄了。对，我是开不了张了，给你返聘了都，嗯，你知道吧？你就在那个哦，我的观众都在，哎，你在立交桥演，下边就待不下了。对，这屋里哪坐得开去？2000-3000都不止啊，不止。哎呦，每天现场观看您演出的观众，竟达8个之多。哎呀，跟这儿那是好多人吗？不是，8个是在车外头的，其他的呢？都坐在车里头看您啊，这不野生动物园吗？你这怎么野生动物园？在车里边看我，孩子还给你买了火腿肠。行。我就是那狗熊。行了，您等会儿吧。不是，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就反正就是我有名气，在那儿演出。哎，非常有名气。嗯，还在那儿演出，都在那儿看我。已经90岁高龄了，99了。哎，90啊，90，90，90岁高龄还在那儿演出。哎呦，哎，这天呢，您跟上面与往常一样，开始了您今天的表演。哦，这时候呢，嗯，突然间来了一位老先生，比我还老。老先生，跟你边边大吧，可能比你年轻一点。差不多，往上往下。哎，对，嗯，一位老先生，嗯。头发呢也不是很多了，有，哎，稍微有点寸头吧，啊，哎，有点寸头，白色的，嗯，白头发，啊，戴这么一个眼镜，嗯，过来了，哎，脸也挺瘦的，过来跟你鞠躬，请问您是严先生吗？啊，是我呀，啊，是我，啊，您找我有什么事？您是哪一位啊？嗯，在下乔布斯，啊，不，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好好跟您聊聊。你等会儿，我谁？乔布斯，哪个乔布斯啊？就你知道那乔布斯，美国那乔，我是不是遇上骗子了？我是不是？乔布斯都没了都。喂，哎，人家自称乔布斯，咱也没法调查呀，对不对？你说现在咱赶紧化验一下，我看看您 DNA 是不是他？那也不能这么说呀。不是，那问明白怎么回事儿？人家就捯饬就那样跟你找你来了。啊，嗯，我是乔布斯。啊，嗯，这个我最近呢，打算把这个整个这个工作重心啊，转移到中国来发展。啊，我呢打算再创立一个手机品牌。啊，不远，就在天津的沙窝啊。
这个品牌叫萝卜。嗨，那可不就叫萝卜？我认为它能够超越苹果啊，比苹果要强好几万倍。这个公司呢，我们希望请一些个专业的人才。我在这儿呢，已经听了您的相声听好几天了，我觉得您呢很具备啊这个人工智能的配音的这种能力啊。我这相声都说成人工智能配音了都。哎，对，苹果有个 Siri， 我们这个就是严瑞啊。哦，有萝卜手机，这严瑞都叫我。哎，严瑞，哎，对 ，Hello， 严瑞，你呱你就出来了。哎，对，我跟你聊天是吧？哎，我们打算让您去我们整个好好研究您十年，哎，然后把您的这个智能我们移植到萝卜手机里头。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当然工资标准呢也不是很高，大概就是一年一个亿啊，一年一个亿。这萝卜这个严瑞就这么值钱的这？对啊，严瑞，严瑞啊，这东西呢一个亿，一个亿是一个亿呢，我们打算聘用您十年。哎呦，十年呢就是十个亿。对，我们是十年之后一次性结清。啊？那我这十年不得饿着怎么着呢？哦，不不不，我把您接到我们这个沙窝总部。嗯，哎，沙窝总部，到时候您的这个饮食起居呢，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都吃萝卜？哎，像什么这个萝卜汆丸子呀？行了行，好，萝卜炸丸子呀。我后边有手机，您给我留条命吧。行，可以了。就都给您准备好了。嗯，大概十年，十个亿，请问您意下如何呀？一问你，你当然傻了。你要说搁别人啊，说看见说这种这个大资本家这么趁钱的，那好，恨不得想要点钱跟人卑躬屈膝。您不一样，哦，您是老艺术家，我九十了，九十了，那能一样吗？嗯，您这是非常的有风骨，哎呀，往上一站，谢谢爸爸，非常有风骨，这还有风骨呢，有风骨，我九十岁我还这样，当时决定就要去。我也不甄别一下真假是吧？人告诉你十个亿，你没见过，好好好好，对吗？就要去，哎呀，去不去吧？那去呀，那肯定去呀。想来想去还是啊，他可有意见啊？怎么着？这去个十年啊，没有假期回不来。我要是我到沙窝，我要什么假期呀？我下班自个儿说回来就回来了。你不是，确实是，确实你不人家也在人家园区里头，我就不能出来，天天采样，天天采，天天采样，天天十天采不了多少。听你说话，旁边给您配好几个、好几个录音笔，采你声音这样。反正就在这工业园区里不能出来。对，你得天天的你模仿你啊，你那个生活呀、你干什么？你的思维模式，你不是人工智能了吗？就、那无所谓，就不出来就不出来了呗。就研究您十亿呀，我呀不出来。您可没有探亲假回来亲朋好友？我也没亲戚啊。哎，我没亲。不不不不不，误会了。误会了，怎么误会？这点我没跟你说。嗯，这不是你九十岁生日吗？对呀、刚过九十。嗯，其实，在你生日的前一天呢，嗯，你刚刚踏入人生婚姻的殿堂。你别老放我，我今天我告诉你啊，我踢死你！我你别，哎，一会儿凭什么呀？一会儿让我爸补偿你，好吧？让他给你征婚，好吧？去你！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这就九十了，我怎么九十我才结婚啊？我哎，你看看你这东西，你这一辈子呀、情路比较坎坷，哎，比较坎坷。怎么情路坎坷？因为呢，人家之前找大师算过，嗯，你这辈子结婚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特小的时候，一个就是特老的时候啊。特小的时候那会儿啊，确实是不太合适。那会儿两家人，那年轻啊，他小的时候，嗯，他家跟别人指腹为婚。封建迷信，哎，指挥这其实也不赞成。你俩孩子互相成不成都不知道，对，是吧？性格合不合都不知道啊。那会儿的愚昧不懂啊，是指腹为婚 啊， 拿手一指，行，这肚子还以后咱们就结婚就完了。对呀、刚出生就等他长大吧，嗯，等他十来岁跟他说了、嗯、这是你新娘子，你们俩在一块儿结婚行不行？行。十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叫爱情啊？嗯，女方也不大呀，女方是59。好，人家我等着退休金上学呢，我跟你说。你怎么老算太现实？差不多59、60吧，万一返聘了呢？是不是？去你的吧，对不对？那能在一块儿待着吗？是啊，是，所以没成嘛，所以没成啊。那会儿也不懂，人说你十岁不结啊，你再想结婚就得90了。好嘛、果不其然，到90了。我这80年怎么过来的？我你80年，那谁知道？行，可以，咱就别聊这80年了，对不对？你当时你说你90岁前一天刚刚结婚，嗯，哎呦，结婚这对象还真好，您给形容一下。也是这个喜欢您的，多新鲜、也是喜欢、喜欢您艺术哦，也59，也那就不错。那会儿一看那就别跳了，可以了。不是59干什么？19，我90，我19，
好嘛，嗯，十九，啊，违法了，违法，违法了，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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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千万别说我吧，二十，二十，二十的，拿十九岁看您的相声，对对对，二十才领的证，二十，对对对对，是在直播的时候，这确实确实，二十，吓死我了，二十，我就说我不演，现在我跟你说。这一年不说相声，嘴确实是无厘头。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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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九十这不犯什么错误啊？就我九十这，这不犯错误，这不犯错误，这不犯错误。一天一天活过来的，我是。对对对对，你没有跳几？我知道没有没有。没事啊，好，好，九十，九十，看见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姑娘，人家说就要嫁给你，不是这也够可以的，这不能这样是。那怎么人就喜欢你？爱你的艺术就是爱情跨越了年龄的鸿沟，哎，跨越了年龄，跨越了种族，嗯，哎，哪怕什么跨越了种族，好吧，啊，行了，说他没说物种就不错了。刘德说你是你也是人，废话，那没有跨越，那没有跨越，没有跨越，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好，九十岁，九十岁，九十岁，老想赛博朋克那事，行，可以，没有，你不是，像我九十，我跟你讲，九十，好，你九十岁得了，人家二十岁，行，也不错，就喜欢你，哎，姑娘长得那花容月貌啊，艺术的魅力，哎，对了，对对对，人那会儿是刚参加完那个，算我也别瞎说，行，不说了，哎，我差点又吐露了，他其实想啊，算了，不说了，不是，没有，反正就是一个好漂亮的姑娘，就漂亮，就给你了，反正对对对，好好，然后呢，就结婚了，结婚了，结婚就刚扯完证，刚扯完证，这都什么词儿啊？扯证吗？不是结婚咱俩扯证，就扯证啊、哦？对，刚扯完，刚领完结婚证嘛，哎，从民政局出来，刚是合理合法哦，合理合法，对，冷静期刚过啊，结婚了、哦，你很危险哦，我危险，危险，瞎说，嗯，完了是你行吧？嗯，这个。刚结了婚，结了婚，领完证，晚上回家，洞房花烛夜，嗯，这么好的时候，嗯，下午乔布斯来了。哦，那没关系，没关系。转天下午四五点钟，我坐一飞机，我上上沙窝坐着飞机，就是转天，我转天我再去。不，转天乔布斯等不了，乔布斯等不了，他一看你脑海当中Jerry的那个形象就已经勾勒出来了。就已经勾勒出你就是他的烟人，那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八点，来不来不及，现在就得去，就现在就要研究，晚上十来不及，十点之后十个亿，我九十入洞房，你能理解一下吗？这乔布斯怎么都没人性的呢？人家就搞科学嘛，研究嘛，这个科研嘛，这弄这个嘛，就非得当时就走，当时就虽然知道用不了多久，但是也得行了吧，就现在就去。啊，行，就去吧，去吧，去是吧？那怎么办呢？那对呀、啊，你想十年，你可没有探亲假。嗯，你刚跟人家结了婚，啊、嗯，人家这么好的一姑娘，嗯，为你独守空房。哎呀，那怎么办呀？啊、嗯，你把她托付谁呀？给我父母。你好，你都九十了，你都九还给父母呢？你父母跟你离开已经八十七年了，去你的！见不着面了，笑话了！我，那我怎么朋友？亲戚，哎，哪有你的人缘？哪有朋友去？没朋友，那怎么办呢？我这么跟你说啊，嗯，严先生，您九十岁的时候啊，嗯，整个世界甭世界了，整个宇宙吧，凡是跟您沾亲带故的亲朋好友，过得上交情的，全死绝了。不是，您说这是灭霸，这是我呀、啊，这是。我怎么在全世界、全宇宙人缘这么次呢？我这，哎。你就那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呀、啊，那怎么办呢？这但哎，话也别说那么绝对啊、嗯。哎，在中国华北地区，嗯，北京市沙窝附近，沙窝，别沙窝附近了、嗯，西直门附近，嗯，还有一位您的好朋友，谁呀？就是我。那您说，二十多岁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啊，您的新婚夫妻这小媳妇儿应该托付给谁呢？那就托付给你了。那托付给我，您乐意吗？乐意。你乐意，你咬什么牙呀？废话，我能乐意吗？我怎么就你这个，就你们这文艺圈的人，能托付给你吗？我哎，拿我当什么人了？你我太知道你什么人了，我踹你！我可不是那样的人。你是哪样人？告诉你，我是个有职业操守的人。知道吗、嗯、我要告诉你我的这个性格、嗯、我的这品质嗯你再想想嫂子你再想想我、嗯、老嫂子比我小叔子我是儿哎呦我得尊敬他嗯再者说了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的有那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下黄河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
这个。哦，您的意思就是还不能托，那不就不能接你们家那意思呗？什么？就是接你把嫂子接我家住去。对呀、啊。不行啊。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得。有那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黄河我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哦，你要这么说，还不太像你们家人。我，那、啊、个，不是我，这就是，就兄弟，那你这是好人啊。那当然了，托付给我你就放心吧。我放心吧。你前脚跟乔布斯刚去沙窝，你刚走。嗯，后脚我得来了。你来了，我得给嫂子接走啊。就接你们家去还不行？这刚说不能接我家、哦，我得单独啊，再给嫂子找一个地儿住。哦，单找一个小别墅。哎，因为什么？你这些年你人缘不好啊。嗯，你这后台你得罪多少人？这倒是，对不对？到时候你一走，他们再上你家一串门，那坏了吗？那不是？我九十，他们也八十多了，对吧？他们是八十多，那他们的儿子孙子行了，可以了，子子孙孙无穷匮。行了，你说把我媳妇接哪儿去了吧？赶紧接走吧。当然就不能在北京生活了。哦，北京往东，往东2000公里，两千，在那个地方，那不掉海里了吗？那不，就是海里头，我在海里头填海啊，填出一平台来，给嫂子搁那平台上盖一小四合院，让嫂子跟那儿住。我拿我媳妇当美人鱼了，那是。人鱼干什么、嗯、安全呐、啊、哦，就不让别人侵扰，这帮人他进不来呀、啊、嗯，安全，让嫂子跟那儿住好。哎，嗯，天天的这些个生活日用品谁送啊？谁？我送啊。只有您知道啊。对呀、啊嗯、我也盖的呀。对，赶紧吧，弄一小船、嗯、哎，弄一个哎小摩托艇，奔那儿去了。2000公里。哎，2000公里，到那儿去了。嗯，来吧、啊、我带这些东西呢，嗯，都摆在那儿，嘿，摆在家门口。嗯，那东西太多了。都买什么了？咱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嗯，鸡鸭鱼肉蛋糖奶，糖果饮料小食品，牙膏牙刷沐浴露，嗯，苏菲欧碧护舒宝，花王洁婷 ABC。 你买那么多这干嘛呀？这嫂子要啊，嫂子得给我拉那个 list， 他给我弄清单啊。对呀、啊，你看看，咱就是燕瑞，你都不明白。行，你看看，你看，反正也是生活必需品。行，您就别说那么细了，行了。嫂子要啊，对不对，兄弟？我想要这个，行，我知道。发一个小表情，裂开，嗯，来那，你是吧？我也没看见他做什么表情，你再过。我裂不开呀、啊，主要是那表情是裂开，是吧？我只能回苦涩，嗯，来，没办法，对吧？行，我也不想带那么多东西、啊。我理解啊。行了，东西往那门口一摆，嗯，都跟小船上忽悠跟这飘着。敲门，当当当。嫂子，我是麒麟啊，东西呢都给您摆在门口了，一会儿呢您有空自己出来看一下啊。您现在别出来，等我走了，过半个钟头您再拿。行了，那我就先走了。哎，走啊，兄弟，别去，大老远划过来了，进去坐会儿啊。不行啊，不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了。用那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太平洋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兄弟在国际上也是个要脸的人。那当然了，是，我都给嫂子搁公海上了，我肯定我得这个呀，对不对？我知道 啊。得了，那完了，这都弄好了。嗯，下个月第二个月啊又去了，每个月你都得送啊。嗯，日用品吗？嗯，开着我那小船，奔哪儿去了？又去了啊，东西。哎，把门口摆好了。嗯，柴米油盐酱醋茶。嗯，鸡鸭鱼肉蛋糖奶，糖果饮料小食品，牙膏牙刷沐浴露，苏菲欧碧护舒宝，花王洁婷 ABC。上个月没用完，不用。嫂子是要啊，给我发呢，我能问什么？嫂子量太大，你别说了，我又找你说这个，我没辙呀，哥哥。行，你在公海上别跟我媳妇聊这，是不是？我就跑腿儿，客人要什么就买什么。可以了，对不对？摆好了，一敲门，当当当，嫂子，我是麒麟，您要的呢，我都摆在门口了，一会儿过半个钟头，您再出来，您我就不进去了啊，走了啊。哎，兄弟，别进去坐会儿啊。不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得，用那会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太平洋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我老听着像个植物呢，你是怎么着？不是啊，那不行啊！你说这怎么办？转眼之间吧，过了一年了，到了春节了，哦，过年了，置办年货了，来吧，东西都得买双份的呀。哎，划着，我又过去了，又去了，到那儿好一大堆，都摆好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肉蛋汤奶，
哎，糖果饮料、小食品、牙膏、牙刷、沐浴露，摆好了。我跟那儿摆，我就敲门。哎，哎，你少买了几个国际大牌。用不上了啊！前十一个月买的太多了。哦，你说清楚了啊！是双十一、双十二，我囤了多少了？是不是？都搁在家里头，我就没带。哦，没带啊。嫂子，东西我可都搁门口了啊，我就不进去了。走了啊。哎，兄弟，我可走了啊！我走啦，走，别走，别，兄弟，进去坐会儿，不行啊！他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着，有会不说的，不会听的，我跳进太平洋我也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就你这个，还不如我这个呢，我跟你说，这叫什么话呢？这么说吧，简单接说，十年，过去了，你该回来了。那可不嘛。那我是不是应该进门跟嫂子说一下这情况？那肯定，对不对？那肯定。十年不进，今天也该进去了吧？是是是。哎，有趣。哎，到那儿，嗯，我就没走正门，嗯，直接从后边那个船库直接就进去了。还有船库呢？对对对，停船啊，停船啊。嗯，往上一搁，上来，推开门进去，一看嫂子呢。跟那儿正搂着孩子跟那儿玩呢，孩子都我一看，嗨，你也真是太宠他，来冲点奶粉，好了，倒点热水，来，喂他吧，这小日子过得够熟的，听说了吗？杨强可回来了，我说我呢，那行了，别学那么细致了，啊，回来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也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咱们这样不行啊，反正他回来呀，你得想个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反正大不了啊，我呀就给他熬一碗药，哎，我端给他，我说大郎，药给你熬好了。他一喝，你到时候你照他胸口啊来一脚，咱就完事儿了。我打听过了，他没有二兄弟。我说你说那都没有用，你知道吗？你这玩意儿害人家命呢，那行去？啊，不能这么着，咱得再想想主意。正说着呢，大儿子推门进来了，俩了是吗？爸爸，回来了，我又打了好几条大鲨鱼。好家伙，我是海王啊，我这孩子，你说这家伙。哎，不能那么喊了，知道吗？过两天呀，家里头还回来一个老头啊，他呢100岁了，确实是模样，反正脑门啊长了一个痘啊，穿了一个这个哎跟爸爸颜色一样的大褂啊，反正比爸爸倒是胖，比爸爸稍微的高一点，壮一点。回头呢，你看见他，管他叫爸爸啊，不许跟我这么说了啊，我告诉你，说好了。爸爸给你买鱼吃，不说好了，爸爸把你喂鱼吃，是吧？跟这大的嘱咐完了，那小的他不用嘱咐，不会说话。哎，没过几天，您从沙窝回来了，我赶紧吧，划个小船上天津港接您去了。您往上一坐，我给您带到家里来，跟家里这么一坐，我操持了这么一桌好饭，您坐在上垂手，我坐在下垂手，咱哥俩推杯换盏，讲不尽的友情岁月，您是坐享天伦之乐。您说，就我这样的好朋友，您是交还是不交？交，交，得交，交，我交你奶奶个孙子我！哎，你骂人、啊？你办的是人事吗？郭麒麟，我怎么了？废话，我问你，我走几年？十年呀、啊。中间我划着船回来没有？从来没有啊！我没接你，我媳妇，这孩子哪来的？这个？
你那你就甭管了。废话，不是，我能不管吗？你办的是人事儿吗？你办的不打人啊！我告诉你，废话，这是我打死你！不是，你先听我说，十年你可一天都没回来。对了，你管过这家吗？我没管。这家跟你有关？这房是你买的吗？不是，是不是？但我也不用帮忙的呀，我呀。不，那咱不说这个啊，你可没关心过嫂子。对呀，你可没关心，我跟嫂子那可是清清白白啊，天地可见。怎么着？你问白天我一天一天我不进去，会晚上一宿一宿不出来呢？你还你说的你都没有，咱不说。我问你的孩子是哪来的？你这孩子，你赶紧叫，管你叫爸，你高兴不高兴？废话，我这能高兴吗？那孩子是我的，你。哎，不，你等我，不是，我没说，那海王跟这个是你的，我的。哎呦，我有误会了，兄弟，我知道你90了，你再回来100了，你又没孩子。以后你说你要。